就你一个人呢？就像你老爸一样，像你老爸一样。找爸爸吧，去找爸爸和哥哥。不要啊！有啊，再给我好。泥巴，泥巴没关系，姐姐。恭喜白队的七号陆毅，他已经有收获了。有球啊！好，老乡们，咱们热烈掌声庆祝天坑杯足球比赛开球。我来宣布一下规则啊，除了不许把泥地足球变成泥地摔跤之外，其他规则没有限制。不许守门，踢起来你就知道了，根本不用守。不许守门，那么小个门你再守，那么小个门你往那里踢怎么踢？好可怜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当爸爸！哎呀，比我想象的进球要快多了。姐姐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吃彩虹。啊？吃彩虹的。爸比，那我们爸比这次还好多了。我知道啊，你都没有下来帮我们，我们都输了。来来，爸爸，你本来是白色的衣服，可你变了，因为你在他的尾巴。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姐姐，离开，姐姐，来了，姐姐，来了，来了，进球，大家安静。OK，OK 了吗？啊 ，OK 啊。好，今天呢白队表现得很精彩，但是还是输了。的话呢，还要给一个小朋友。这个小朋友呢，虽然没有直接投入比赛，但是他非常非常关键的在旁边一直在吃糖。然后吸引了很多的球员的注意，所以呢，也为我们红队取得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所以这个奖也要颁给 Grace。谢谢你的，就给你了。我们要给 Grace 掌声，好不好？你叫什么？哦，你叫姐姐啊？好吧，那我以后就叫你姐姐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恭喜你！姐姐，快点。我头发，头发很黏呢、欸，宝宝的头发很黏，所以要赶快回家洗脸啊！爸爸，我不想要吃了。好，给哥哥，哥哥，哥哥给你。给你吃。哥哥爽到了，哈哈，搞笑喽。我刚才吃很多了。妈妈，全部都给我吃哦。妈妈，吃完吗？可以。哦，谢谢，太棒了。我想吃很多哎。那你还没吃完你的啊？那你哥哥还没吃完，他就可以倒了。因为他有信心，他可以吃完。我也可以吃完呢、啊。呜。我给你我的，我给你我的。我要啊！哇，
没了，够了。真的吃完了，真的没有浪费食物，好棒，太棒了。这边还有个萝卜，我想要。好。我在这里，怎么坐过来这了？哥哥，我可是没有内裤哎。这几块钱？啊？20块。我们也没有钱呢，我们钱都卖光了。什么玩意？是还要买？你还要买？需要吗？这几块钱。2块，可不可以跟我们一个？我们可以啊。哪一个？我需要 pink 改，他说改。谢谢阿姨。你还给我钱？我们没有钱了。没有钱，我给你一个哈，可以不？哎，好。我爸爸去别的地方了。你说谢谢就可以了，谢谢就可以了。谢谢。说谢谢就可以了。姐姐，哥哥帮你争取了一个玩具，你要帮哥哥呀。拜托，可能阿姨就送玩具给哥哥咯，这个就是哥哥拜托阿姨送给你的呀，对不对？你看哥哥都要哭了。那我拜托那个就变成你了。变成你拜托的话他就会送给哥哥啦，就像哥哥拜托他这个东西就送给你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哥哥不想。为什么？那哥哥好可怜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哥哥会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说我不要买太多了，然后哥哥还要买。那为什么你可以买？因为我带来穿这个。那还给我。还给我。还我。我不想要这个嘛。爸爸不是说谢谢。你今天早晨吗？他们两个又吵架了，然后你爸爸说你们两个人不能吵架。然后你爸爸说你们两个人不能吵架。哥哥的吗？对，送给哥哥。可以先给我一下吗？先给姐姐。我可以。把这个给你的哥哥。你最乖了。那你就不是姐姐了啊。哥哥，你要吗？他不要。就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小娘吗 ？Hello， 弟弟。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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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。
姐。姐姐知道，是你哥哥的错啊。来，姐姐，姐姐你就不给粥了啊，你最乖了啊。等我们回家吧啊，爸爸要做饭，等着我们给他们买的东西呢啊。他等我们去吃饭呢，我们带着东西，要不然他们在家里该等急了。而且他们的衣服万一又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做了很脏的事情，洗完澡没有衣服穿了。你不是在车上玩得挺开心的吗？还乐了。那我们回家咯，你自己。我觉得你应该想一下，你能这样推你自己的妹妹吗？你们是一个爸爸。她是你的妹妹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而且她也错了，现在她已经跟你承认错误的时候，你就现在又不听她的，你就直接把她推倒了。那我们就忘了帮我买内裤。没有，我们刚刚买了一个内裤，挪掉了，掉在车上。真的、哦？那宝宝只好不穿内裤喽。我爱你。干嘛？你觉得我快骂人了？马上说你爱我。宝宝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啊。幸福的。好，乖，吃一个。宝宝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个杯子，然后把你们到厨房，哥哥帮你，宝宝煮饭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乐狗。Come on。哥哥，你刚才一直扬了冲着我说你没有跟我说对不起，而且我跟你讲话然后你还不跟我讲话。爸爸，哥哥不要原谅我。哥哥，你刚才扬了你撞着我说你没有跟我说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先说没关系。你跟他说对不起啊？你要跟他说对不起，不是你说没关系。而且我跟他，而且我跟他说话，然后他不跟我说话。你这很像、啊。我不要再原谅你了，我也不要再原谅你了。baby baby baby baby， 哥哥不说话，我就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在这边玩吗？那先停。冷静了吗 ？OK， 不要再欺负妹妹，好不好？你就让她 ，OK， 你也迁就哥哥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们自己玩自己的，不要讲话。OK，Go，、okay, 自己玩自己的，不要再哭哦，再哭这个我就会跟树林说、哦。在这的里他。我送你，你粉红色的，我不想粉红。我粉红色超美的。他不要，他好丢。可以帮我拿一个梨吗？我下来。你是什么？帮我拿两个，我想拿两个。谢谢。你想哪一个？我想要没有，没有，我想没有。因为出来这边不是要玩玩具的啊，这边出来就是跟鸭子啊，跟猪啊，认识姐姐啊，哥哥啊，妹妹啊。对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再原谅你的叫。如果你叫我妹妹，不是我叫，我在说另外一个妹妹，对吗？你给我看，没有妹妹啊！骗我！
有爸爸好吗？啊，我不会开车哎。不是，我是说用走路的。姐姐，我想念我的小妈妈。很远很远，我们这边杨梅去卖完了，有大钱回去给爸爸。我不想回家的小妈妈。姐姐不哭了，我们去买巧克力。姐姐，你的手。哇！爸爸快说。啊。你的手要快一点，要动快一点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动作要大一点，像做蛋糕一样的。好，继续，不够，那我再用。好了好了，耶！哎呦哦哦哦！哦啊！是再加粉，再加粉。我都没有机会可以加，来倒进。你看，马上就让你了。你全纸都是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。哎。为什么你讲话像大人呢、啊？好可怕、啊。